世界电影杂志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达达陈静。有注意过台湾演艺圈的男生吗？有啊，我很喜欢台湾男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知道。你说是台湾的演艺圈的男生？我喜欢高以翔，对对。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时候是看过他的一个访问吧，然后觉得他男生啊挺好的，对，而且我有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也有就是遇过几位台湾男生，他们都特别温柔，而且都对啊，就很贴心。我觉得跟香港男生不同的是，他们特别温柔，而且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对象。香港的男生他们都不会聊天，他们跟你聊天可能都是聊一些很怎么说，很无聊，也不是说太无聊，也有一点无聊了。可是他是可能是聊热伤。生活的事情嘛，可是不会太聊到真的是内心的一个感觉或是一个状况。然后台湾的男生就真的会聊到很多一些心理的一些感受或是感情的问题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没有机会跟高以翔聊过天，碰过面？没有机会。单纯真的是因为他聊起来感觉不错，受访的时候感觉不错，还是真的是因为外形很吸引？其实是外形的，对，是外形的，是外形的。对，聊低俗喜剧，我觉得有一个发明很有趣，就是那些年你有没有看过？有，它里面不是有一个就是打就是男生，对。哦，我有。就是你在戏里面，后来你研发成功这个打击的时候，对，哦，对对对。如果这个想法真的发明了，你有玩游戏机吗？有啊，也会。如果真的这个发明出来了，我会代言。你去买来玩吗？我可能会代言吧，如果找我代言的话更好。其实，发明的话我会啊，因为在电影里面我碰过这样的事情，我会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其实如果真的有这个发明的话，还蛮贴低俗喜剧的题嘛。所以我会，这是导演跟道文哲先生想出来的，他们每天都在想这样的事情。我他们老对，他们脑袋里面都是一直在想怎么可以一些好玩的东西吧。对。那你接触杜文哲之前，你看他的电影先认识他吗？对，两位也是电影认识他。那你最爱他们个别哪一部电影？如果是杜文哲先生，我最爱的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是锁枪杀枪的 Soccer， 对，就是无间道里面的 Soccer， 对，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演的是跟他很。本人就是平常不一样的戏路，所以感觉就特别的，对我来说特别深。而且这部电影是很卖座的电影，大家都觉得他的演技在里面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所以就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然后如果是彭浩翔导演的话，我第一部看他的电影是《破事儿》。那时候我有去看首映，所以就从那部电影里面我就可以认识到这位导演。后来就有更多的就是他拍过 AV， 然后《志明与春娇》《春娇与志明》这两部电影也是非常好的电影，然后在香港也是很多话题，也是很有共，就是很有感觉，很有共鸣的一部电影。所以其实对啊，所以我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对，这次你来台湾是为了台北电影节，介绍这个低俗喜剧。对，你之前有看过台湾的电影吗？台湾电影有看过，我看过漫港，对对，而且就他讲的是以前台湾的
也就是一个片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跟我看香港的都不一样，就个感觉很不同。而且我想每个人都想看不同类型或是不同国家的电影吧，所以我就会对外面的世界特别有兴趣。台湾的话那些年也是很好的电影，其实而且是这几年嘛，台湾的电影特别多特别好，已经进步到很快很快。那我好奇问哦，蒙甲这么多帅哥啊，赵又廷啊，阮经天，凤小岳，那些年有柯震东，香港听说都还算有名气的哦。香港哪他们都有，男生你都看过他们的电影，所以你应该也对他们有印象，对不对？最有印象其实是柯震东，因为跟他有在香港合作工作过，对，然后有一个倒数的活动就一起去做这个活动，然后对他的印象还蛮好，因为他是很看不出他年纪这么小吧，我觉得很有风度，而且就对啊，就个性好像很好的。但他不是你的菜，太小了，年纪太小了。对对。那其实接下来你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其实我工作计划是主要我自己想在电影里面发展，因为我这两年多，其实一开始我在香港是就是拍写真集出来的，然后拍了两年，然后现在这第三年呢，然后我也有出我的个人的书，有一本书，对，我带来了，我等一下送给你们。对，那本书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自传吧，就是怎么说，就说一个女生，一个以前做模特儿的女生怎么去拍写真，然后为什么拍写真呢？拍写真以后就有一些以前的回忆，或是一些对爱情的看法，就很多很多都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吧，是我的小世界。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现在秀一下吗？可以现在给你吗？可以。是之前就往年还有再上一年嘛，前两年也是出过写真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应该要长大了，人也长大了，就是不能停留在写真的一个框框里面，我觉得应该要跳出来，可能往电影，我想在电影里面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不是说，就是我出这本书，其实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要不要走性感路上，或者怎么样呢？是不是要就是收起性感？其实不是，我觉得我是想进步吧，每个人都想进步。我就是不想，我没有想过或是想要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或是很有名。其实我想的是，小小的进步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鼓励我每一年就努力下去的。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有进步的一个小小的一本书吧。对我来说是。然后里面其实有一些我小时候的照片啊，其实哎呀，我的猫咪，对啊，我养的猫，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拍过一些，就是也有一些照片会有了，还有一些美容的，然后还有一些去旅游的照片呢，都是一些我的对对对，还有一些感情世界，我对我妈妈有些什么样的，就是很可能有一些抱歉。就是有一些内疚的感觉，然后都会在里面收录我。对，香港书店买得到。书展现在开始，然后书展过了以后，就会在书店里面可以买到这本书。对。那我们最后来推荐一下这个低俗喜剧，非看不可的原因。好。低俗喜剧非看不可的原因，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很本土香港的一部很低俗的电影，所以呢，如果你想知道香港娱乐圈里面的黑暗面，或是一些多低俗的事情呢，记得要看《低俗喜剧》。